Hello， 先生小姐，欢迎你嚟到 Loser Club， 我系艾露。咁啊，听日11月28号就系 Multiplayer 嘅时间啦。夜晚我大概会系夜晚8点钟到会开始上网啦。咁如果见到大概可能3-4个人，咁我会开始住先啦。咁不过通常我预都系8点半到9点开始嘅，咁所以总之就系嗰个时间啦。总之早啲上网就早啲玩玩耐啲咁样咯。系咯，基本上就系咁啦。另外有啲特别嘅嘢讲啦。咁其实就系话，依家 Steam 都搞紧个 sale 啦，咁啊 Steam sale 系啊，咁咪就睇下啦。Steam sale 啊 ，Expiration sale 咁啊，去到呢、這个、去6日啦，去到即系12月2号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嘢特价啦咁样。但另外有啲 website 都另外仲有特价嘅。咁啊，首先Black Friday 呢一个咧，基本上系 Paradox Interactive 佢自己搞嘅 sales 嚟嘅，咁系佢呢个星期五到下星期一，咁入边有好多 game 系，总之 Paradox game 都会特价。咁另外有几个 game 例如 CK2 啊、EU4 啊咁样都系有嘅。EU4 咧系卖紧一个 Extreme Edition 系11.几美金嘅，咁我揿落去咧。咁佢係 error 嘅依家，所以开唔到，所以依家开唔到俾你睇。咁同 Steam 比较返呢，先啦，我去返 Steam 呢，我记得 U4 系啦，Come on， 嗱，佢依家都係19.9，即係仲有半价啫。咁所以基本上你去 Paradox 嗰度自己买的话，基本上会平好多嘅 ，Extreme Edition 差唔多平成半咁仔嘅。当然啦，要等佢 website 好返先。咁去到下星期一嘅呢个 sale 系。另外呢其实 U4 嗰啲除咗 U4 啊，咁好多佢自己嘅 game 都有特价啦，所以你想买去自己去睇下啦。咁除此之外呢仲有个地方都係有特价嘅，咁啊亦都係竟抽过呢个 Steam 佢自己。咁呢度啊 Bundle Star 佢自己本身就賣好多唔同 Bundle 嘅嘢，即係啲 Indie Bundle 咁一大抽咁賣嘅。咁啊，非常之抵嘅价格啦，系几蚊美金，可能系6只 game、7只 game 咁样嘅。咁我都有唔少 game 喺嗰边买，不过呢排就冇咩 game 啱玩。咁你见我好多嘢都平，又都平嘅 ，Batman 4.99美金咁样啦，都可以上去睇啦。Batman 啊 ，Batman 啊 ，Arkham Origin 一买9.99，咁佢一买4.99，亦都系平嘅，系平过 Steam 嘅，所以要买嘅时候咧，咁可以去唔同嘅地方买啦。呢一个 sell 所以做几日嘅啫，呢个系 Bundle Star 喺度，我唔好记得啦。头先啊，揿翻去过睇先。Supernova sell 系 New Deal Everyday 去到唔知几多日啦，咁啊，总之系会又平啲咁样嘅。另外有啲好多奇怪嘢 ，RGPG 咪 XP 啊 ，VXX 先系嘛 ，XP 佢都有嘅。咁另外有啲其他嘢啊 ，Pixel Paris 都几好玩嘅只 game。其他啲有啲未玩过 ，OK，Anyway 咁當然啦，去 Steam Sale 你經歷咗咁多次，生還過咁多次 Steam Sale 嘅，你都知道呢，如果你想買嘅 game 喺呢個頭呢個呢版嗰度未出現的話呢，咁你等啦，等到最尾嗰日先買，因為佢可能會無端端有一日，當你嘩 Steam Sale 喎買咁樣買 U4 咁嘅時候，先發覺第三日咁樣突然放 U4 喺度，然後 90% off 嘅時候，你咪仆街啦。所以記住先期忍忍手，見到呢度出現嘅時候就买啦，见唔到的话，你想买嘅咪等到去12月2号先买咯。咁呢个系基本上系一个Steam Sale Survival Guide 嚟，咁啊自己悭住啲人包啲钱啦，悭住啲嘢咁样啦。咁基本上就今日要讲嘢系咁多，咁啊好啦 ，Happy Gaming 啦，好啦，系咁先，下次再见啦，阿Joe系啦，记住听日啦，听日11月28号啊，咁啊 U4 Multiplayer， 好啦，系咁先啦，拜拜。